家不用担心，政策不对国内用户开，就是国内用户散户注册，不针对于国内用户散户注册这些，不用去担心这个。青山老师为什么说香港到大陆的这道墙啊，那不是说你一下就能拆的，他拆他也是要分批，他也需要过程，而且需要政策落地他才能拆。但是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呢？他虽然说没有明面上是没有开放对大陆的散户进行注册，但是他的注册页面他是有，他是有中国这个选项的。那为什么呢？对吧？不管是专业版的还是那个网页的散户版的，它都有啊。那为什么呢？它既然不对中国大陆开放，它为什么又有这个选项呢？还有一个清查老师他前两天语音里面有提到，为什么他们会选在一个8月24号一个8月28号，为什么一个政策一落地了过后，他们就赶紧的就是明骚起来了，就开始明着抢注册量了，哪怕是网页版的明着抢注册量了。为什么？因为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24号这个点是有一个东西它是落地的，这个落地就关系到我们香港到大陆的一个桥，或者是它的一道墙，是开始在拆的过程。所以到后面为什么说青山老师说要等到28号过后，等这个事儿完全的落地了过后才会回过头说。因为这种新闻呢，内部的一些新闻或者是新闻，它是政策的它是提前去吹风的，但是它落地的时候它是后面要晚于吹风的时候落地。你落地的时候其实你不是里面的人，你根本就不会关注到它具体落地的时间，但是我们是关注它落地的时间的，落地的这个时间他们才会去做一些明目张胆的去抢注册的事情。所以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只是时间没到，不便拿到台面上去讲。为什么我很多东西都会规避掉，我不去讲那些东西，因为你们知道太多没意义。我们就等一个风向，等那种指示性的，比方说开放散户进场信号，对吧？下载链接直接就是我们的入门券，对吧？其实这些呢就是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方向。而青山老师他会讲这中间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做哪些事情，准备哪些事情，包括哪些政策他需要通，哪些金融基础建设他需要打通，或哪些政策方面需要打通，他在给大家讲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有的同学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接触到的面，所以呢听起来呢就是需要点时间去消化，也就是比较难，就是知识点呢比较难啃，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多多少少也知道中间肯定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东西，那不是说一点点小事情啊。我光说开办一个散户进场，我光说一个注册，你要知道为什么跟 STO 又有关系。你 STO 你是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的主要解决是中小企业上市难，你解决一个融资的问题，考虑到没有？那你这个融资你的钱你是要帮哪里解决问题呢？你总不能是帮海外吧，对吧？那海外不是，那你帮哪里呢？难道只帮香港？大家想啊，那如果国内政策没有开放，那怎么这个 STO 怎么搞得起来呢？所以啊，这个东西都是在等一个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呢，都是在8月下旬的，就是8月20几号的时候出来，应该是24号，应该是24号。所以，这个事儿呢，等28号过后吧，青山老师来讲吧。我现在也很难呐，因为有些东西，我说是不合适的，我说了过让大家听听，咋回事儿。这个哪怕他现在目前说暂时没有对大陆散户开放，你不用担心，他的注册面页面里面的国家和地区的选项里面有中国，就是他那个席位他是为你已经准备好了的。这个政策落地了，他就你就绝对是能够有注册地方的。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没门儿，没门儿给你开了让你进。但是前面三条语音你们能够听得出来端倪的，把三条语音里面听完也能了解一点。反正这个到后面的几天过后，事儿落地了过后，会有分享出来的。晚几天嘛，对吧？最主要是很多人没有系统的跟上我们对于这个政策的一个梳理以及方向的一个指引，他们断章取义，然后呢听东西也没有听全，然后受一些左右右派的左摇右摆的那些话呢，煽动性的一些语言呢太多了，所以就形成了自己的固有思维。还有人居然在快手段子下留言说我的方向从头到尾都是错的，说什么要等到我们平反。我心想你 PT 平反，人家名字都已经改了，然后资产都重组了，凭什么反？人家跟你平反还光明正大的跟你平反，可笑的真的是。哎呦，真的是不读书不看报的，没文化是真可怕。说出来的还觉得就是杠精，他通常都是觉得自己天下无敌的有理。随他们去吧，他说对那就是对的，那就等着他平反吧，那他就去等平反去吧。他的政策平反绝对只有一种，就是绿灯政策，但是他不可能单一的为某一个项目去平反。还有留言说什么我们指的方向什么新闻啦、政策啦什么的，每次都翻车。我还心想着你到底听过我语音没有啊，还每次都翻车。我们都是说在政策之前，对吧，说在很多事情发生之前告诉大家后面会发生什么，然后新闻或者是官方的信息出来一一去印证我们说的话，而不是人家的新闻或者是政策出来了过后，我们追着屁股后面在那里吭哧吭哧的靠自己的统计加估计在那里阅读理解，不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那么多的伙伴跟上我们的步伐，就是一一去验证我们说过的东西，然后一一后面政策再去落地。我们有未卜先知能力吗？我们有吗？我们没有。那我们为什么会获得这么准确性的一些市场政策性的一些信号讯息呢？对吧？为什么呢？为什么别人没有呢？包括有些政策很明显就是内部资料嘛，外面看不到呀，对不对？像清江老师那天发出来的截屏，外面看得到吗？外面看不到的呀，那为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成年人呢，就是既然人家能够，你说一次是侥幸，两次是巧合，那每次都是一步步都是按照我们去说的东西往后面落地，那这个就是实力了吧。所以现在呀，要管住自己的手。几个喜欢转发的人，你说他是好意吧，哎，为一些就是伙伴呢给予点精神的食粮，你说它起到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作用呢？那就是一个传播作用，因为它的反作用力，就很多人呢，他听一半，他不听一半的，有的他就是断章取义的，有的他根本就没怎么听的，他就是对一个人的刻板印象，他觉得外面的天下的乌鸦是一帮黑的，他根本就没有听到这个人说的是什么，那个人是说了什么。所以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就是在外面多去听，你多听多比较，然后你用自己的认知你去觉得哪一个人更值得你信任，哪一个人你觉得他的方向是对的。因为你现在只要不投资伤害不到你，你只要把时间放下都伤害不到你，但是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跟你普及专业知识也好，或者金融知识也好，或者是解读政策也好，其实是你的知识的一个不断的累积的过程，对吧？这个都是有营养的部分的，那不是说我们空的光是一个口号啊，我们就是多少多少号我们就开仓放粮，那是最后的结果。你的过程你不能荒废掉，你等待的时间你不能白白的你在那里荒废掉了。这时间的话，既然大家在抱团取暖互相探讨的过程当中，那何不去学一点东西呢？捎带上捎带手，对吧？你哪怕对政策的实施的一些理解，也不像以前那样啥都不懂，对不对？你财富回来的过，你真的啥也不懂，你怎么去承载你的失而复得的财富啊？你认知以外的东西的话，你如果没有去，没你没有去通过认知
去守护的话，你的后面还是会从指缝间溜走的，过眼云烟，没用的。为什么齐亮老师说到后面大家回来了过后，对吧，把债务还一下，然后落袋为安。我也一再和大家说落袋为安，你说我们聪明吗？聪明的。你说我们对这个币圈认知高吗？我觉得还是有一定认知的，但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他们如果想做一个笼子想让你钻，他会编织的无比的美丽。但是你要知道，一旦一个市场啊，它已经规范化过后，就没有神盘神币，就没有让你过多的能够获利的一个空间呢。这个市场规范呢，就不会再有野蛮生长，突然有一些一夜暴富的一些事情发生了，就很少了嘛，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有你也碰不上，就这么说。我知道这种现象，你说人家也没有办法去阻挡，毕竟有些市场上面的用户进不了我群的，他也需要，但他进不了，他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进不了。但是有些人呢，他就是那样的性格，他的认知就是有偏差的，他就是有缺陷的。你总不能说啊，他的认知的缺陷，然后你非要把他纠纠正。他说三八二十八，你就说你是对的，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欧了，对吧？就不要去跟人家的话去讲一些东西。就是有些三级人，他没有见过第四级，你跟他说应有第四级，何必呢？对吧？他不认可，你不开心，你支持他一切的观点，因为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让他去吧。像这些不认识的一些人呢，各种流言蜚语，就让他去吧。看淡点。但是如果在我的群里面我发现了什么双面人，那我就对不起了。在我的群里面当双面人的，我肯定见一个我就不会放过的。我最讨厌就是双面人。其实现在时间虽然说没有说明确的时间，但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临近下载注册的一个时间呢，我们就是无非也就是等这点事情。那中间会不会有一些误差？那肯定是时间上肯定是出现一点误差的。你比方说结算银行的事情，中间没配合好，对吧？老牌换新牌就拖了，那么原来同时可以进行的事情就成了老牌换新牌过后去完成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一些可交易所里面预计的偏差呢？有的，因为谁也没有办法去掌控完全所有的你细节上面的一些东西，你每一个都配合到了完美无瑕啊，全部都是按照你剧本上走的。那万一有不配合的怎么办呢？对吧？那为什么我们是七月中旬到七月底那段时间不说话呢？因为知道结算银行不配合了，这个事情不解决，你知道要拖多久？你知道要拖多久？这一七月份解决了过后，八月三号就落地了老牌换新牌，这是运气好。那运气不好呢？他这次没有用雷霆手段呢，啊，拖拖拉拉的搞个一两个月，搞个两三个月呢，你吃得消了？吃不消的。那这个骂，这个锅又谁来背呢？我来背呀，我节奏带得很呢。那是我愿意带这个节奏的吗？我愿意管这个市场吗？我跟你说，我现在的话恨不得是马上可以原地解散所有的群，我是最好的，所有人的话各回各家。哎呦，我彻底的轻松了，搞得好像的话，我是天天的好像我要干什么一样的，你跟我有什么关系？真的是，我是推着走到现在的，没办法的，现在已经是走到这一步的，你说你不说话吗？市场上天天有逼宫一样的，啊，好像我不说话这个网就开不了了，难呐，就是真的很难。说话嘛就骂，不说嘛不说嘛就慌得不得了，好像这个网就开不了了，有什么变数的？哎，其实我是理解大家的，但是有的时候啊，真的，你这不相信开网，你不相信这个人，你就彻底忽略掉他，忽略掉他所有的言论，你就该干嘛干嘛，我觉得是这样最好的。你看我们现在有谁讨论其他的一些以前被骂得很惨的一些人吗？没有人讨论的，为什么？都把他当个屁给放了，又不值得一提，不值得讨论，对吧？那你既然这么看不上一个人的时候，这么看不上我说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可不可以不要关注我呢？但是有一人就是自虐，
一边呢暗搓搓的又想停，一边呢又想暗搓搓的，就是用这种激将法激我出来说点东西，然后呢获得自己想要的一些答案。他们用的是激将法，他如果不相信，他根本就不会关注我说的东西，他根本看都不会看的啊，刷到了过后一笑而过，过了，对吧？因为不值得我去动气，不值得我去讨论。那为什么还要讨论呢？为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呢，用自己片面的无知面，为什么他要去激怒你呢？明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太可能的，非要用自己片面的想想啊，觉得这个必须要平反啊，跟一些国家政策根本八竿打不着的。你国家政策你不开放，你会落地啊？你能落地啊？你这些东西的话，金融基础设施的话，你能联通啊？我给你点赞哦，你真的是奥特曼出身了，啥都宇宙无敌了啊，遇怪打怪的，对吧？真的是，哎，我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呢，他其实他那个心理活动，他其实就是用的激将法。你这么去想，有没有道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24号也好，28号也好，他们就是网页版的一个散户的注册链接，就相当于是官方的一个发布的一个注册链接的正式对外宣发的一个时间。但是呢，他这个链接其实不是说。到那一天才出来，他其实链接老早就已经出来了，啊，老早就已经出来，现在都可以拿链接去注册的，只是他定那个日子，搞一个仪式感，啊，你有奖励，你注册有奖励，我注册有抽奖，他们要抢着点，要对外的话就是搞一个仪式感，就是搞个大动静，让大家知道我们有链接了，你们可以快来注册啊，嗯，你注册了过后呢，你就会。时刻关注着你有没有中奖啊，你的奖励啊如何获得啊，对吧？那么后面他公告里面的一些新闻，有了 APP 版本的，有了这个版本那个版本的，出来过后你就会知道啊，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有些市场行为你要一分为二来看。这个网页版的它正式对外宣发了，那么后面紧接着那肯定就是 APP 版的，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前后脚的事情了，所以呢我们就淡定等吧。稳定币监管落地了，也就是我们出境的条件具备了。总之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 APP 版的注册链接能够出来，我们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现在的话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但是时间不会久啊，只能说这一次才是真正的临近我们快要落地了。因为你看着它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落地，一步一步的在落地，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进度。其实说句内心里面讲的实在话啊，从去年到今年，如果我知道这个时间需要这么久的话，我肯定不会去揽这个活儿，我肯定不会去建大群的，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就摆在人的小群里面自己自娱自乐好了啊，有什么消息就在群里面发，大家知道就好。我不会公开出来说话的，招人骂的，人家想进我群还进不了，想听我语音还听不了，哎，你们自己找关系，找关系户跟你口述，我完全可以开网过后再出来的，开网过后出来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实力的。大家可能在我群里面也知道我们团队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对吧？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这种实力那不是说我一个人能够操控的。很多东西大家都懂的，成年人其实都能看得出来门门道道的。为什么有的人说话他永远都只停留在我们 PT 内地的一个小圈子里面，但有的人说话为什么都是能够引导国际的一个市场的？你们在现在回过头想想，你想想海外的市场他听谁的消息？他从来都不听外面那些小网红的消息，他只听我的消息。那他们等下载链接等着谁的下载链接？有没有考虑到？这就很说明的问题，对不对？我一个人能操控海外的一些市场吗？我操控得了吗？我有那么大的能量吗？没有的。你说这么长的时间我陪着公子们读书，啥事都干不了，天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了书然后呢
把自己的一些知识传播，然后还要挨着别人的骂，谁愿意啊？谁生出来是就是为了挨人骂的，都不愿意啊。那推着往前走没办法，那是什么促使我们走到现在呢？其实是大家的话，现在就是因为一个没有明确的一个方向感，因为大家都很同病相怜，就这么说吧，同病相怜，我们是在一个战壕里面难兄难弟，有一部分是不认可，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认可我的，你不得不否认，你哪怕你骂得再狠，你哪怕你怎么样，你还是要听我的消息，你不听我消息，你听谁的消息？我就问问，对吧？我话说的就难听一点，你不听我的，听谁的？听完了过你顶多骂几句，骂完了你还要听，对吧？我不跟你说你市场有多少个版本，我们等什么版本，你知道我们在用什么版本吗？对吧？你就算有了下载链接，你知道我们包包在 SaaS 软件性服务里面哪一个包包是我们的吗？你看我们团队所有导师，所有团队里面的一些领导人，他们有出来兴风作浪过吗？他们有出来啊单独的说是建大群带节奏吗？没有，只在我背后默默的支持我。有没有发现他们建群？没有，没有建群。他们搞自己的一些谋私利的活动没有？没有。他们为什么就等着我们开网过后能够提现过后，我们一声召唤，我们马上集结号吹响，我们开始搞跨境贸易。你没有这个事情的话，你这个网怎么开？对不对？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功能为朝廷所用啊，你这个网才能开啊，否则你开凭什么开？就因为你是一个项目哦，你是一个真实的项目，你是一个真实能够搬砖的项目，就让你开？你是脑袋是不是有点被门夹坏掉了？项目多得很，凭什么打掉的项目还要为你开，还要选个地方重新要帮你开？你面子是有多大？哦，有的人说币在链上谁也拿不走，拿不走归拿不走，拿不走我也不给你，拿不走能不能挣钱？拿走他能挣钱，对吧？拿不走他也在链上，他不给你，他可以拿币去挣钱，有毛病吗？没毛病吧，对不对？所以啊，你没有你自己没有为人所用的东西，你就不可能重启。那你重启过后，你是不是为人所用的东西你要发扬光大呢？是不是需要有人去做呢？那肯定的呀。那有些东西它就是暗度陈仓，它就是一个借壳上市，它资产重组了过后，它的股东结构都发生变化，名字也发生变化，业务内容也发生变化的时候，凭个毛线反呢？去年七月份有一个绿灯政策，这就是平反的政策了，你还想单独的把你的啊 PT 的名字拉出来溜溜啊，我要为 PT 平反啊，怎么你做春秋大梦去吧，怎么可能啊，对不对？想想也不可能啊，这是怎样的脑洞大开才能想出这样的一些话？这就是去年的绿灯政策，这就是平反。不要认为你单独可以单独给你去开一个后门说啊，我要为 PT 平反，因为他们什么技术为朝廷所用了，所以啊现在名字改成什么了，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他不可能自己打自己脸，他只能笼统的去开一个绿灯政策的这个政策，明白吗？它里面包含的这些内容上面都有，大家认真去看一看，但是他不可能把每一个项目的名称全部都公布，不可能的，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就是平板。你这些东西你在外面能看得到吗？这些可能外面都不好看到，有些东西就属于内部资料啊，你看到了那也是属于你真的是有点本事才能看到，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完全可以保存下来，如果有人在说的时候你就拿这个去读它。这个政策落地出来之前啊，我在我原来的群管的小群里面跟他们说过，我们未来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平反的一个政策，然后后面才出来的，然后紧接着这个在七月底的时候就出来了这个绿灯政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跟我走得近的人是非常非常相信我的，因为有些东西我不可能在外面公开的去说，但是我会提前跟他们透露一点端倪，然后后面呢一些内部的一些文件的政策会一一落地印证我说的话，就这个原因。
大家可能有的就是在群里面听消息的伙伴呢，就是有的时候也莫名的就是觉得为什么相信我的伙伴特别的相信，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外面怎么说，但是都丝毫动摇不了他对我的看法，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很多东西是用事实去一一验证的，那不是说咱们的话凭口瞎吹的，然后什么东西实质性东西都没有，那不是。有的东西的话前面说了，后面政策就落地了，这个就是实力。一次是靠蒙，两次是侥幸，三次的话真的你次数多了过后，那就不得不你要往深的去想了。原来我小二班的那个几个群管，如果有在小二班的同学应该知道，就是团子姐啦，还有王吉平大哥啊，还有像就是花旗蛋糕坊张大哥啊，还有那个忘了，反正就是我群管那几位同学，他们都记得这个政策，这个平反的政策的话呢，我是在这个出来之前我就和他们说了，我们开网之前是会有一个政策落地的，是会有一个平板政策落地的，但是它不是仅仅只针对我们这个项目，它是针对一批项目。所以在小二班的同学肯定是有我说的这几位原来的群管的微信的，你们私下问一问就知道这个事儿就没有必要的。我向来都是有一说一，我从来不去搞一些虚的，自己为自己搞一些光冕堂皇的东西，没那个必要。总之呢，就是有很多东西真的，是我们没有关注到，或者是我们接触不到这样的一些文件，仅此而已，不是说没有。为什么在这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不断的传授一些专业知识、专业的金融知识，包括一些政策所涉及到的一些知识，为什么去和大家反复的讲这些东西，然后让大家理解了过后，然后反而劝大家回头是岸。这不是在咱们一个群里面啊，在 S 群也好，在其他钉钉群里也好，哪怕是我身边的朋友也好，哪怕是昨天我跟君子玫瑰姐我们聊天也好，我都是劝诫他们开了过后坚决不要碰任何的项目。为什么？你要真的是想在这个币圈里面挣钱，你就老老实实囤币，牛市卖掉，熊市囤币，牛市卖掉，就囤主流币，别去想其他的，对吧？这个最稳妥呀，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我讲这些东西让你了解这里面的金融的知识，我不是让你学，让你去在你驾驭不了的地方你去投资，好不容易失而复得了，你还不长教训啊，你还不长记性啊，水深得很，水深得很。也许以后的项目不会有跑路，但是它会有软着陆，软跑路。因为有的项目它经营不下去了，那不是它想要跑路，它可能不停在改游戏规则，你一旦后面的人跟不上的时候，你这个项目肯定是开始然后鼎盛然后衰落，这就是它的周期。你不得不否认，你到了顶峰期的时候，你有几个人落袋？你会落袋吗？摊子让你落不了袋，你就看着那个数字暴涨暴跌，最后就过眼云烟，真的就是这样。我们让你学，学什么？学有所成，财有所益，财是那个贝字旁的财，财富的财，让你后面失而复得的财富你能够守得住，能够承载得住，而不是说让你去再次投资哦，不是哦。老百姓踏踏实实的把钱落袋了，牛市的时候落袋了，对吧？你开了过后不是还能搬砖吗？先搬砖嘛，赚钱嘛，落袋呀，对吧？别去想其他的啊，想了一又想二，想了二又想三，人的贪念是无止境的，真的。有的时候的话，你再回过头想想，当一个市场它规范了过后，真的没有多少甜头会让你尝到了，哪怕有那种一夜暴富的机会你也抓不住的，抓不住，抓不住，那你还在这个市场里面去
扑腾干嘛呢？那就是相当于是你要进赌场。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发了牌照的赌场它也是赌场啊，不包赢的。你说你想小玩玩，哎，那可以小玩玩嘛，拿个一万块钱对吧，投资点什么你看好的一些什么币也行对吧，但是你的大的资产配置你肯定是配主流币的，大饼二饼就肯定是跑不掉的，稳妥呀对吧。那希望今天的话大家听进去啊，真的是这是一句忠告。你要说开网过后如果说做项目，你说我能不能做，我当然能做，我是群众基础这么好对吧，我又没有说在里面的话夹带私货搞什么歪门邪道的东西，一直正直正念的为市场提供准确的消息进度消息，然后落地的一些条件把方向指明了，大家能看到资产的能够提币了。你觉得大家我要做项目人家会没人跟吗？肯定有的，为什么我不做呢？因为这个市场啊就是这样，你一旦做了过后你是能挣钱没错，但是你能不能够保证你所有的人跟你步伐是一致的，你让他们不炒币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做到不炒币，控制不了的，炒币就有亏有赢的对吧。那亏了的时候呢他会不会骂你，肯定会骂你的。他会骂自己吗？不会。他会骂自己不听话吗？不会。他只会骂你，你又带他做项目踩的坑，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你管不住，你可以管住你第一层，你管得住你第二层吗？你管得住你第三层吗？管不住啊。跟你隔得远了过后你人就跟你不熟了，他就根本听不住的。哪怕你是有的时候你第一层第二层的，你跟你关系近的，他不听劝还是不听劝，他当面答应背后他还是管不住自己手，没办法，人都是这样子的。赚了钱的时候没人感谢你，但是你亏了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你头上，他从来不会去检讨自己的原因，他只会怪你。所以为什么我一再的去强调未来的话这个金融的圈子我就不碰了，我说不碰就不碰了。我以前炒股的20万进去2万出来，我还特地去学了证券，特地去学了 K 线的，我看看那个 K 线我也很会看的，而且看那个炒币的点位啊，短期炒币的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我也很会看的，抓得也很准的。原来小二班的同学都知道我们以前一直在群里面探讨这个币什么点位可以进什么点位可以出，正好掐得可准了，我尝到甜头了。我挣到钱了吗？没挣到啊。便宜没挣到是说明什么？人还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贪念的，就有的时候你就是把控不住，你明明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但有的时候你内心里面的欲望你是控制不了的。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我后面我就完全是把这个看穿了，这个圈子我以后肯定是坚决不碰了，我绝对不会去参与其他的项目，绝对不会。而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做跨境贸易？因为这是未来的一个风口，转型的红利风口趋势。什么时候的钱是最好赚的？你搭在一个国际跨境贸易的时候，你把这个渠道打通的时候，你是头部的，你市场是站在这个引领的一个潮流的风口上的，你手上的资源握得越多，你进口出口的贸易全部都跟你这里走过，你资源一整合，多的是挣钱的机会，随便一个挣钱的机会都是远远高于你在币圈里面摸爬滚打的。就为什么我以后坚决不碰，我有这么大的一座好的趋势，我这么大的一座金矿，我去还去在那个地方去卷卷个毛线呢？卷对吧，我还没那么不开眼呢。跨境贸易里面大家挣钱了你就能挣到钱，大家都挣钱是共赢，你挣钱呢不是踩着任何一个人的肩膀上的，而是大家是信息共享，渠道共享，站在趋势红利的风口上挣钱对吧，大家都挣钱，挣到了钱的人不存在落不落袋，这是实体，这个不存在落不落袋，它肯定是要落袋的，你不落袋你也在那里，也在你的账户上，它不会像币圈里面的币啊，今天涨明天跌的，后天跌到毛都没有的，不会的呀对吧，那个钱就实实在在的钱，你只是从这个口袋提到了另外一个口袋而已，仅此而已，都是你的。每一个挣到钱的人他都会改
感谢你，你引领他进入了这一个新的圈层里面，你进行了一个圈层的突破。很多机会就是在圈层的突破里面你寻找到的机会，然后你只要把这个渠道你搭建好了，你有这个资源渠道搭建好了，你真的钱真的是源源不断的在赚，因为它衍生出来的行业非常非常的多。这个到了后面跨境支付的时候，有这样一些资源的同学，我们可以在里面去交流，然后系统的去教一下大家。现在就不说这些东西了，但是这里面赚钱的机会肯定是远远的高于币圈的。